我已经先抽3次了，先抽三次了，好，再来第四次，看来搞不好又是保底哦。第五次，就知道，第六次。第七次，我靠！第八次，哎，不要吧！第八次中，哎，不是，哎，一等奖是，哎，什么意思？啊，刚刚不是已经没了吗？哦，特等哦。第九次，你娘嘞！你娘嘞！你娘嘞！哎，容易耶。按错就好笑了。这个是，哦，这个已经有了，那就选外观卷。来看看，时装，时装，嘿嘿，嘿嘿。九黎的桎梏从不是九鼎。而是这代代传承下来的执念，如今该打破它。打破它，打破它。好，我们这次要来做视频啊。那这个视频呢，是有探寻石3400颗，看你可以做到多少呢？Go！这个动画不能按掉。圆屋玉雕。背攻击，哎，蛮适合给那个鹦鹉血，对不对？背攻击嘛，我猜的，还不错。好，再一个，我们先各做三个。OK，这个，那个很多了。又是这个冰蚕玉带，又是你。好，做身体。木鱼合璧，这也是都有了。理论上可以做100个左右的视频，100个哎，我到底多久没弄了啊？真的是半年而已吗？九龙玉佩。所以这还好。曲目之感觉就是光系啊，还是它可以转换，又出一个转换。无边落木，我就按到手酸了，小人悲歌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啊？又是无边落木，这种都很不好，就是跟什么职业对战，然后攻防属性增加，我觉得这些都不好。这个还算可以，没有限定职业，我觉得还可以。虽然说
有些职业会比较高，没错啊，但是有点职业就很不好。哦，好绿哦，绿死了。盘龙记耶，哦，盘龙记还不错，免疫风作跟皮洛。盘龙，再来，赤霞御剑，这个也还可以的，这个还行，这也是不错的，有加气血，又有加攻击。手部的饰品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实用的一个。第二是灵犬，就是这个也没有到不好，它就是没有加气血，啊，当然都加防御而已。没有啊，就是幺零 这个也不是很好啊，换做其他的，加防是有点垃圾啊。又是无边落木，我连五尊神印到现在都还没有啊！游程不入，终于做到了。哎，水终于有一个不是绿水了。但紫阳普露我好像还没有换过，驱魔护印，嘿嘿嘿，又是驱魔护印，我觉得身体最难做。灵魂玉佩，炼法黑灵，我已经三个了。我觉得炼法黑灵没有到烂，但是我已经有三个了，是这样。对啊，玄缺腰带，我好像没有。六芒星印城，这个我是第一次拿到。哦，就是这个。冰蚕玉的，哦，又是这个。龙骨这个，我已经好几个了。月满西楼，玄轩腰带很给力啊！怎么都月满西楼？吉奥伦贝哥，那为什么龙骨扫荡也是很还 OK 啊？但是我就是龙骨超多啊！怎么都一些都有的东西啊，这些也有了啊，那都有什么？我现在要轮一直跳来跳去的，有个玄雀腰带吧，五尊神令，硬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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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六龙骨，五尊神令，哦，飞凤坠翅，普通攻击值射程加一，同时伤害减10%啊，至少射程增加一啊，哎，这样玄羽可以再增加一个，对不对？哎，水哦，水哦，还好我刚好按，再来一个五尊神令。没有，OK。
这样子给允加是不是射程又更高了？啊，武尊是身体哦，拍谁拍谁，我一直有武尊是头，拍谁拍谁。哎、欸，怎么御刃金佩是新的？是不是有加气血？气血大于等于 80% 的时候，遭受攻击时，物理免伤，物理免伤和暴击减伤提升 15%、欸。哎，还不错啊咳咳，所以我意外得到一个好物。哦，所以是呢。还不错哎、欸，但是气血大于80%，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那 OK， 就 OK， 对。哼，哎，下次做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太难做了啦。吉奥伦贝哥，又是吉奥伦贝哥。行云流水烟，行云流水，行云流水是什么？刚没仔细看。哎、欸，这是刚刚抽到的吗？不是吧？应该我本来就有了。这个是哦，第一次拿到，谢谢5%，谢谢100物防法防，我要180。我喜欢一次一次来，每次那边挤满都按，都够不爽的。哎，怎么都是这些东西啊？黑色 BG 这个是蛮多的。哎，没有了，这个没有。哦哟，给我个玄血腰带也好嘛，暴击手啊什么的。污染池子，哎，玄血腰带，玄血腰带呢？很难呢、欸，又是无边落木。啊！这些东西，又是行云流水，哎，啊！又是无边落木。啊，做一下其他的。我刚已经轮流做很多个了，其他的了。哦呦，哦呦，渊鱼精灵哦，看一下是什么？遭受暴击几率降低 40%， 遭受攻击对战前 30% 几率对敌人施加皮弱，持续两个回合。你这是大奖吗？遭受暴击降低 40% 是 OK， 但是。后面这两个几率太低了，前面这个看起来很重要，不看起来啊，就是朝觐之类的，或是魔宝啊，这个效果就很大。这个可以给宙斯助友穿，那还不错啦，就是给皮血比较少的，但是暴击啊，暴击就暴击，还可以啦，还行还行，然后抽手。我会抽个，我会做个20分钟都还做不完。好，双子戒啊，终于抽到双子戒了，还行，这个还不错。对啊，腰好像一直做不到。
又刚腰都没有是怎样？又忙心硬。双子戒不好抓、啊，不好抓。你刚刚看我抽那么多，知道了。这里好几个了。赤霞御剑，这个就是，这御剑很微妙，你知道，要主动攻击才有。所以我也不喜欢这个戒指。玉姬灵佐城，这个就还不错，还可以。但它缺点是只有群体攻击的时候。哎，真腰身有过难做。哎。几百都没有，有腰好没有一个是好的、欸。然后抽身体，什么？我腰力好的很，又是玄武玉雕。用一个腰带吧，玄雀腰带，望佛朝宗，我已经好几个了。哦、oh, ，fuck， 都是的。都是得，都是得，为何不败？哈哈哈哈哈！为何不败？你老实的，哎，这十个哎，这么难做，腰这么难做。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给我一个腰带这么难，给我一个玄雀腰带这么难啊？然后手我抽到现在，也不会再给我一颗钻石，这么难抽？哎、欸，太难抽了吧？都是一些废物哎、欸。真的超超难抽的，哦哦，对啊，最好就是神手好像一个还两个而已。哎、欸，法攻加10%，群体绝学的时候伤害额外提升15%，呼呼呼呼，这也还不错啊。又是群攻手，刚加刚刚那个。爽，给紫风用，多爽！哎、欸，腰带啦，玄雀腰带给一下啦。腰带，呵，没了。我这个青光赤水哦，就跟绿水一样，一大堆，弄错就好笑了。应该这样吧，应该没弄错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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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很小心的，我几乎都没锁啊，要锁。我们再来，我们刚刚弄掉一些极品的饰品，然后再来，好像肯定超过100抽了。月满西斗，小人悲歌，
什么是月满西楼啊？哎哎哎哎哎哎，搞什么？你连续出哎、欸！最后一个，哦，好险哦！呜呼呼！呜呼！哎，好惊险呐！哇，终于，终于，终于，然后再来继续啊！现在是有1768颗，这边先各抽五个。五尊神令给一下吧，哎，天九剑印，行动结束时本回合造成过伤害则对自身周围三个内的一个敌人施加乱神恶，造成伤害就可以了。剑印，哎，剑印我也是，这是第一次抽到。哇、哦，乱神呢？你说打什么创命之类的？你反正有这种伤害，就会直接施加乱神。它是战斗后，是不是？行动结束后，还不错啊，这个也蛮不错的。打创命也很好用，创命应该大家都打完了吧？好，再抽妖。无边落木。我双面好像打完65等而已万佛朝宗，哎，送风入怀，这是什么？法防加武器血加5，遭受范围攻击后以携带者为中心两格，所有其他友方施加命运状态，嗯，好微妙、哦。但是他直接施加命运，就是你被打，哎、欸，命运是被打之后回血吗？我有点忘了。怎么运气那么好啊？怎么开始运气变好了？还是他哦，行动结束了，行动结束，他这个人行动结束才会回血，那也还算不错了。好，再抽一个。玄武玉，怎么突然运气变好了？奇怪了。这样我已经有了。开始欧了哦。这个也是很少做，我很少做到啊。这个没有到很好啊。好，继续。马上绿水给你。嘿，星河走环。悟空加5%血加5，使用群体绝学找好自身2000范围内每多一个敌人伤害提升5%，最高提升15%。哇，又是一个群攻手啊。哎呦，开始欧了，哎、欸，这样子抽15个，中了3-4个，不错嘞、欸，赞赞！就跟你说，这边的那个饰品比较好嘛，啊，再抽一个，玩无剑，终于抽到了，黄无剑有台服有。连续抽好几个哎、欸，一股一股油，手部饰品哦，这个是禁疗嘛，然后固定伤害啊，免伤啊，哇、哦，这个很重要哎、欸，终于抽到了，好、哦、换抽头的，赞哦，我这样不止做100个饰品的，应该100多个了，没有算。
龙骨是一定要有的、啊。虽然我也不想要龙骨，这个是个绿水啊。这三个都有出好的，就是像圣头还没有出好的。哎，龙骨一大堆，风旋头算好、哦，可是我记得我好多好多个哦，是这个吗？我记得我好像两三个哎，送风仓库。我记得我好几个，蛇手灵戒，哦对哈，可以打闪避关，哦对哈，但那个算好抽吧，我记得蛮好抽的啊。哎呦，要转了！我的一直做不到好的。哎、欸，开始好之后就开始一路坏，还是头的特别难抽。风息牙弦。终于啊，群攻手抽到一个，有群攻头也抽到一个，他没限职业哦。刚是物理哦。我刚刚那是物理，哼，我刚以为是法工，忘记了。又是马上做第二个，无言。他做完了，连续出两个是怎样？小人北哥，剑法黑灵，没有。没有生成加一的，这个我有两个，我发现只要抽到的就很容易再抽中一个，这不是我要的，我想要生成加一的那一个。一旦你抽到一个很好的饰品，你下一次也很容易抽到一样的。飞雪明玉，你看又是一样的。
这根本就是吃定你嘛。说来就来呀呀，有了，哈哈哈哈，我的允家终于可以白嫖中的白嫖，飘起来各位，我的允家可以射很远的吧，开心，可以了，这样可以了，然后其他随便，OK， 好，我们就说到这里了。这个视频大集合应该做了100多个视频吧，两个账号加起来100多个视频，还行啦，还行还行，下次我们继续半年后OK。